大胃王药物小米糖和价娃娃 TV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些台湾的好食米。大米也可以说切个米，卤肉饭，肉鸡，土特鸡鸡，油饭，冬仔米糕，鱼翅冬仔，也可以说杂菜卤，麻油鸡，也可以说酒鸡，麻油酒，羊肉炉，干叉棒，鼎边蛇，牛肉面，蚵仔面线，面线糊，米苔肉，鸡仔，嘛会当讲鸡仔条，贡丸汤，肉丸，润饼糕，挂包，臭豆腐，鸡排，猪血粿，蚵仔煎，卤味，咸酥鸡，鹅肉，珍珠泥茶，叉冰，白糖粿。好，以上就是咱台湾的好食物，我看了有够枵的啦。相信也有真侪好食的物件，欢迎大家帮我补充哦。也欢迎大家分享恁拢食啥、爱食啥，也是要有啥物通好食。好，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影片的话，咱卖忘记点赞，搁爱分享出去。也袂电话的观众朋友，卖袂少直接电话呢，快快快，先弄安尼，快点收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卖记得 Lisa 会员制度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入来跟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呢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，赞的哦。可爱的奥杰节目，再会。